给他打两枪，救人救人救人！哪个位置啊？就在位上趴着呢，倒了一个，爬进去，咽着边，牛逼！哎，我怎么杀了三个啊？我打了几个到底？你打了三个，外面。哎呦，被他打头了。一声一声，三个三个，我操，三个一条线。两个呀。那我也感觉三个了。我坐在你右边，对。哎，他反脸，他上不了。那把你我能看。就说一个。大概是。直接跑出来。知道哪栋楼吧？第二，往我们这边数去第二栋。把这个楼里的打了，打他们好打的一批。我这个吗？对。打这个楼里的他们帮不了吗？哎呦，我他妈差点给你秒了！给我，隔壁楼，旁边那个楼，旁边那个楼，什么意思？人不见了，是的。跟我一下。跑了呗。我脸上。那沟里那个。哎，外面。 在左后面，我这边一枪。走了。不抢一连头。哎，这栏杆我操了。他地方也有一个。哎，这个。二楼是吧？哇，要锁血，兄弟们这波。哎，边两楼有一个小炮，一边楼有一个小炮。他地方是倒的。 上楼，跟我。没跟上，没跟上。好了吗？没跟上。看我位置。那枪没拿上来，那枪。哎我操！院里，骗自己。牛逼！铁子们。来了30个兄弟。